老爷，给您道喜了，您得了一位公子。哎呦，老爷，啊，大喜呀！哎呀，好好好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呀，老爷，真是大喜呀！这生于乱世，真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啊。老爷，给少爷起个名字吧。按照我代家的族谱，孩子应该排在惠字辈，就叫惠平。我刘家有儿子了，我们刘家有后了。我有儿子了，我儿子叫方壮子。我方壮远有儿子了，我们刘家有后了。我儿子叫方刚子，我儿子叫刘铜锣。方刚子，刘铜锣，我有儿子了，我儿子叫刘铜锣，我儿子了。不怕把官兵喊过来啊！哎哎，管家，退下。二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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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夫人呢，啊，刚刚产下一子。什么？你也喜得贵子？哎，是啊。真是缘分呐！啊，真是缘分呐！缘分，缘分，真是缘分。我刘吉安也喜得贵子，我儿子能和二位的儿子同年同月同日出生，福气，真是福气啊！哦，哎呀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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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希望啊，他们三个长大之后，能够亲如兄弟一般啊。借您吉言，是啊是啊，哎呀，同喜啊，同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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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快！好像是丽君他们唱的夫妻关刀，走上去看。哎，走。可真会自作多情。谁自作多情啊？当然是你啊，他能看上你吗？肯定是在看我。他肯定是在看刘铜锣。你看曹丽君，再看刘铜锣，瞅他们那样，一个丢了魂儿，一个迷了眼儿。将来是我要娶丽君，我非丽君不娶。丽君将来是我媳妇儿，只怕人家丽君看不上你。刘铜锣，你就别跟我抢了，我把我姐让给你。那不行，你看你姐就是个男人嘛，你懂不懂啊？那叫演戏，是女扮男装。我看呀，你姐就是你哥，他就是个男人。我抽你，我哎，咋胡说八道不？让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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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边上，靠边上，让开，不让开，不让开，靠边上，靠边上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人呀？啊，走，看看去。丽君，刚才唱的不错嘛，我看刘铜锣他们几个在对面山上开戏呢，没准啊魂儿都被你勾出来了。不要总说我了，那你呢？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嫁给刘铜锣了。方雷，你真没心，大姑娘家说这些不碍事啊？这有什么呀，不就是娶媳妇儿吗？要是他敢不娶我，哼，你要怎样？我就缠着他，赖着他。方长官，那些穷鬼他们身上啊实在是榨不出响银来了。哼，那我可不管，我只管通通拿走。
那长官，您这次来究竟想要多少啊？我知道他们是干什么来的，他们一定是来收粮饷的。不对啊，我听我爹说，夏道君已经把全年赋税收上去了，说是交给上面的官府了。哎，你们过来看看。我觉得呀，要么就是夏道君给私吞了，要么就是这些当兵的太贪。有道理。咦，姐夫，那是唱戏的。嘿，好啊！哎，我看着黄安县的百姓是越活越滋润了啊，走，看看去。都给我听好了！黄安县抗税不交，政府迫于无奈，只好拿戏班子充饷。你们黄安县什么时候把饷银给交上来，我们就什么时候放人。来人呐，把他们给我带走！是，带走！住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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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鄙人夏道君。我负责这个县里的一切事务啊，我替全镇的百姓们请命啊，请你们放过他们吧。容我几天，我再张罗一下。滚一边去！哎呀，还容几天？快点抓人！抓起来！是是，抓起来！走走走，快点，走，注意点，别跟我进去了，走呀！我姐被他们抓了，他们得想想办法，快点把他们给救出来啊！快点，老实点，对，坐那儿，快点，快，老实点。哎，王长官、刘长官，你们赶紧走吧，一会儿铜锣一响，48万呐，银子，哎，48万老百姓，什么啊？这可是黄安城啊！那铜锣一响，四面八方的泥腿子蜂拥而至，天王老子都拦不住啊！吓谁呢？啊，老子什么阵势场面没见过，还怕挺厉害了啊？啊，走，走。刘同龙，方丽姐在喊咱们呢，老子跟他们拼了，一定要把我姐和曹丽君救出来。把人抓走了，赶紧到北城门去，官兵把你的闺女抓走了。哎，快走快走，来，哎呀，老方，哎呀，快走。乡亲们，强盗来了，抓强盗啊！老爷，外面官兵又闹事了。乱了乱了，这世道全都乱了。老爷，您说我们怎么办呢？县里连个主事的都没有，你说我一个前朝主簿又能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快拿枪，顶住我的脑袋。什么？顶我的脑袋？赶快呀！好好好。其他的兄弟，朝城楼上那个铜锣开枪！朝铜锣开枪！踢出去！你哎呀，哎呀！乡亲们，这些人啊，不是土匪，也不是强贼，他们是省里来的官军。既然不是土匪，官军凭什么抓人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们要把戏班子那些姑娘带到哪儿去？说呀！好好好好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我们去献上上千大洋的那个水银，你们各家各户都交齐了没有？我们家交了，都交了，交了。刘季安，你交齐了军饷的饷银了吗？你交齐了吗？交齐了吗？交齐了吗？怎么还有饷银呢？既然没交齐，那你们可就是抗税了。看见了没有？刚才拿枪抵着我脑袋呢。你们万一要是伤了那些官军，那么省里要派来千军万马，要血洗全城啊！你们知道吗？血洗全城！血洗全城！既然咱们没有交齐饷银，他就请戏班子回去唱三天的戏，就算是劳军了。乡亲们，闪开一条路，让他们过。是。让他们进军营，咱们一定要救他们。对啊，要不然他们可就完了。开枪！这枪劲道很足的啊！真的，我爹上回一不小心，把我家水牛肚子都打穿了。我来，我来，给我吧。王大人，我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追！是是，站住！站住！
杆子，看铜锣来了。铜锣，啊，铜锣，杆子刚才杀了个人，人是我们一块儿杀的，你我都有份儿。铜锣，现在怎么办？你去把你姐和丽君还有戏班子的姑娘都引走，赶紧送回城里，他们正慌得不行，不能再落到狗兵手里了。那我怎么办？敲锣。敲什么锣呀？山顶上不是有面锣吗？那是号令三乡用的。你呀，去狠狠地敲，敲碎那些狗兵的胆子。那你怎么办？我？我要干掉他当官的。真够晦气！别哭啊！我看着你哭，来哭。军爷，我想解手。你说你这孩子，想解手你不说，你倒哭。来来来来来，我知道你是解手啊。我跟你去啊。走走走，啊，去解手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哭了啊，别哭了啊。哎，怎么又绕回来了？哎，累死大爷了！哎，来来来来，快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儿不行，有人啊，那边不行，哪儿有人？哪儿呢？啊！还有一个呢。有了。哎，是铜锣的声音，啪啪啪啪，你怕什么？铜锣一响，四十八万百姓。给我走。是是是，走走走走走。你没事吧？刘铜锣，刘铜锣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担心你出事儿。铜锣，王南轩人呢？给推到深坑里去了。哼，活该！铜锣，咱们今天闯了这么大的祸，只要拧成一股绳，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对，既然是兄弟，咱们就结拜吧。好，走，结拜。哎，等等，哎，这还有把枪。好枪啊，走吧，走走。
我叫刘铜锣。我叫方杠子。我叫戴慧平。今日结为异姓兄弟，从今以后生死相托，吉凶相救，福祸相依。我三人同年同月同日生，还望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哎呦，臭死了！刘铜锣结拜了，你怎么能放屁呢？就是，太臭了！刘铜锣，你怎么这样啊？臭死！罪过，罪过！我三兄弟在此结义，本想放鞭示敬，可是上山实在太过匆忙，来不及买鞭炮，就先以屁当炮吧。哎，对，以屁当炮，以屁当炮吧。好，走，哎，走，走。刘长官，您看，我都给您抓来了，抓来了。哎，对，还等什么呀？动手吧！真杀呀！啊！都是畜生！给我打死他！兄弟，兄弟！大爹，你们这帮畜生是！开枪啊！你要不打死我，你就不是爹娘养的！开枪啊！开枪啊！哟，李先生，赶快带我去见你家的戴主簿，我有急事要告诉他。请进，请进。刘铜锣，李先生，李先生，李先生，先生，刘铜锣，快点！慧平，你们几个都没事吧？爹，没事，没事，来来，没事就好。爹，没事就好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们知道你们闯了多大的祸吗？我们不就把那个狗官王丹轩给除掉了吗？就是要让那些当兵的都知道，我们黄安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铜锣，你知道，你爹娘。还有方杠子爹娘，都啊，都！告诉我，我爹娘怎么了？李先生，李先生，告诉我们，我爹娘怎么了？孩子们，你们的爹娘已经被王南轩手下的那个刘排长给杀害了。爹，回来！爹，孩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放下！你饶了爹！李先生，怎么办？我爹娘。这是真的。走，站住！就凭你们这几个孩子，就能让别人偿命吗？我看是你们自己白白送命。帮有道，则智；帮无道，则愚。孩子们，黄安你们是待不下去了，该是你们走出去的时候了。铜锣、杠子、方雷、曹立军，你们现在就跟我去武汉。我也要去武汉。不行，慧平，爹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去广州。不，我要和铜锣在一块儿。戴慧平，听你爹的话，记住，好好念书。不好，是夏道军他们。这个混蛋居然带着兵找来了。不用害怕，我去引开他们。铜锣，铜锣，我在一块，给我。姐，杠子回来，杠子，杠子，姐，杠子，杠子，你们不用过来啊。铜锣，你自己注意安全呐。铜锣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方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跟你在一起。那你不怕吗？跟你在一起什么都不怕，
好，咱们就在山里溜一溜这帮混蛋。老子刘铜锣在这儿呢，有本事就来抓我呀！走，那边响呢。走，走。小兔崽子跑哪儿去了？这是，爷爷我在这儿呢。兵啊，动一动，往后退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哎哎，退，都往后退退。小兔崽子，你胆儿挺大呀，连我们都敢惹啊？你以为你跑得了啊？你少废话，我的弟兄们都在暗处，拿枪指着你们脑袋呢。别听他的。他吓唬咱呢，刘排长，咱们的小兵现在可都在这小子手上了。方刚子，开一枪，让他们看看。哎呀妈呀！是你杀害了我爹娘，还有方刚子爹娘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呀，和我们没关系呀。滚！行行行。我不管，和咱没关系啊！快下楼去，走，咱们走，走吧，转过身来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给我爹娘和方雷爹娘报仇。先生和慧萍现在都应该安全了吧？他们应该已经在去武汉的路上。铜锣，咱们什么时候去武汉找李先生啊？不行，我不能去武汉了。不去武汉了？咱们这次惹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肯定没完。他们没抓到我，就没有人承担。那些当兵的肯定还会找老百姓的麻烦的，所以我要留在老君山招兵买马，保黄安百姓的平安。好，那我跟你一起留下。方雷姐，你干嘛呀？刘铜锣，我都跟你上山六年了，这么长时间，连个名分都没有。你不是咱老君山的二当家的吗？什么二当家的？你知不知道那个青面夜叉薛以诚，人家在淮安县立了山头，都娶了压寨夫人了。他哪来的压寨夫人？还不是那个夏道君的女儿。啊？夏道君哪来的女儿啊？哎呀，他那个姘头生的嘛。哎，方雷姐，他那个和咱这个是两回事儿。有什么两回事儿？不都是土匪？不是都是土匪吗？你都没有压寨夫人，他就不能有。你啊！啊！快快快快，到后面帮忙去！快点啊！快快快！总司令。总司令，我们回来了。
好玩。哎，方丽姐，你要东西我都给你带回来了。方丽姐，这咱不带先斩后奏的，我才是大当家的。你当然是大当家的啦。哎，让开让开，去。这就是薛以山的媳妇儿？对，就是她。哎呦，打我干什么？你还想娶别人家的媳妇儿啊？我就是想看看新娘子长啥样。再看，你再看，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。行行行行，不看，不看了还不行吗？想不到这威震老君山的刘铜锣，也是个怕娘们的货呀！啊，就不嫁你再说。起来。方丽姐，其实我觉得你穿这身新娘子衣服肯定特别好看，是吧？嗯。哎，那我要是穿上这衣服，今天晚上你就娶我呗，娶不？哦，今天晚上有喜酒喝喽！住嘴！说什么呢？谁再敢说一句，我逼着谁！怎么走了？真生气了！快，来来来看看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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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！哎，爸，大哥，不好了！新娘子给刘铜锣劫了，在哪儿劫的？来山的路上。这个刘铜锣胆子不小啊！啊，敢抢到老子头上来！大哥，他敢抢你的女人，这不是骑咱头了？什么？一山不容二虎，这几年淮安地界的山匪都被他灭掉，你要想在这里站稳脚跟，他可是你的劲敌呀！来人，打开！这就是今天早上从县城城墙上接下来的告示，念。啊！黄安城西来了一伙散匪，限三日内就地解散或者回乡从良。如有愿意追随本司令者，一律欢迎。过此西线，一律绞杀。鄂东义军总司令刘铜锣。他放屁！看来我得好好会会这个刘铜锣。哎，姐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今天这一票为的啥呀？不为啥，你不都看见了吗？就结了一顶婚轿。是啊。没别的。嗯。我知道了，你怎么想的？想断了薛以诚和夏道君的联姻，以免薛以诚做大。啊！其实这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这薛以诚算啥呀？我随随便便就挑了他。那你倒是说说，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啊？等他上山来找我。找你？对啊，你想想，这平白无故的丢了个大活人，他能不急吗？想灭我，他没那本事。想跟我要人，得上山来找我，跟我聊聊。谁？干什么的？青面夜叉麾下二当家到你们老君山了，找你们寨主有要事儿，快去禀报。等着。鄂东义军总司令部。这刘铜锣一个二十没露头的小崽子，也敢自称司令，真没王法了。天台山二当家的，有请。哎呀，铜锣兄弟，久仰久仰！放肆！刘铜锣也是你叫的吗？这是我们鄂东大军的刘司令。哎，
这位是夫人。怎么，你是看我不像压寨夫人吗？刘司令，刘夫人，听说这鸣锣相迎是贵部最隆重的待客之礼，多谢多谢啊。都一样，我这迎客和杀人都是铜锣耗子。啊，今天我来是奉我们薛司令之命来给您送礼的。薛司令，哎呀，这喜鹊叽喳是有好事到了，今儿什么日子啊？报告刘总司令，今儿个是铜锣六年五月初十。这怎么还冒出个铜锣六年？现在不是民国吗？我就说你啊，连年号都搞不清楚，拜什么山头子？惭愧啊，我这开元才六年，还没国号。哎，薛司令起事几年了？开过元没有？啊，我们薛司令事务繁忙，还没来得及开年号呢。来啊，上礼。刘司令，这可是官军队伍里最先进的步枪。汉阳造，大气。你们薛司令可够大方的。那是，我们薛司令一向出手大方。我们薛司令还说，您要是肯归顺，就收下这枪，日后还有大礼。好，这枪我收下了。另外啊，回赠你们薛司令一份大礼。哎，你们薛司令是从安徽金寨来的吧？哎，送给他一份大礼，留着享用，回去养老吧。刘司令，这人要是想逼人死呀，也得琢磨琢磨自个儿还能活几天啊。俺娃子到，拿来。这短枪可比长枪好使吧？我们刘家是玩大刀的，还没等官兵端起枪来，我就已经大刀临头，子弹缠胸了，是吧？是是是。你觉得这刀怎么样？啊，好刀，披荆断棘，削铁如泥，好刀，好刀。我刘铜锣就以此刀为回礼，告诉你们薛司令，刀枪凶险，仁义为先。我刘铜锣是用刀枪对付欺负老百姓的人，并不想刘家刀、薛家枪自相残杀。若是你们非要分个高下，刚才那把枪你也看到了，还麻烦回去转告你们薛司令。告辞。等会儿等会儿，没听清，再说一遍。告辞，刘总司令。哎，佩服，真是佩服，凶狠，仗义，狡猾得很呢。大哥，这口气你可不能咽下去啊！这实际上，咱们跟他已经是势如水火了，刀枪都亮出来了。一山可容不了二虎啊！不管这虎仗义还是不仗义，可这虎跟虎可是不相容的呀。嗯，这话说的没错。这虎和虎是不相容的。大哥，那咱什么时候动手啊？是啊，我呀得当面好好的跟他谈谈，好好的谈谈。你也看见了，大哥根本不想灭刘铜锣，他怕。这样下去，咱们还有什么前程啊？大哥不敢灭刘铜锣，咱们替他灭了。三天之后，带着弟兄们
到五龙坡和我表舅会合，灭了刘铜锣，听见没有？这保安团要是不来怎么办啊？哎，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包在我身上。大哥要怪罪下来，那就连大哥一块灭了。老君山上就咱俩做主，放下。干了！县长大人，你说那个刘铜锣也太嚣张了啊！上个月，我的一个班在七里坪受袭，十几个兄弟脑袋都没了。哎，我半年的军饷也被他劫去了。哎，道君呐，哎，这个刘铜锣还没有灭，西山又冒出一个薛以成来。哎呀，不到一年的光景，他竟然闹得这么厉害。如果这两股匪徒联手，那岂不天下大乱了吗？哎，不不不不不不，薛以成跟刘铜锣是不一样的。薛以成啊，只是一伙流窜的草寇，刘铜锣却是我们的心头大患啊。草寇，草寇手里能有那么多快枪吗？据可靠的情报，那个薛以成手里头有几十条汉阳造。不到一年，武器装备这么好，都快赶上保安团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的意思是，先缴靴，再列流。哎呦，县长大人高明高明啊！我劝你们还是不要那么放心，借薛雨城之力剿灭刘铜锣，恐怕只是你们一厢情愿。哎，仙侄啊，你刚才不是读书呢吗？啊，你说说，有何见教啊？见教不敢当，只是给您提个醒。我看你们还是暂时先放弃剿灭刘铜锣的想法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要以安抚为主。惠平公子确实没有辜负陆官学校的栽培呀，佩服，佩佩服，后生可畏呀。搞我一个屁！你听他刚才说的，跟没说一样。这么多年的书都让你白念了。哎，息怒，息怒了，年轻。谁呀？哼，这个老东西！是老东西，还跟我藏猫吗？来来来，快点，进去进去！你这馋死我了！你进去！等着我呢！哎呀，你个死鬼啊！就知道你会来。我来了啊！哎，咱闺女怎么样了？她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哎呀，问你话呢！咱家闺女到底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咱闺女呀，在老君山是吃香的喝辣的。嗯。明天要把裤子洗洗啊！啊，洗洗洗。我忘你点儿。哎呀，我来了啊！哎呀！
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敢绑我案。哟。刘铜锣，我是你舅姑爷，你帮我干嘛呀？你这亲戚认太远，我可不敢认。不是亲戚也行，我是黄安县保安团的团总，麻烦你派几个兵把我送下山，好吧？急啥呀？好不容易上山一趟，喝两杯再走。哎，麻子，哎，上酒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扎到我手了！哎呀，司令啊，我的手指掉了！哎呀，哎呦啊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怎么办呀？这还真扎上了！啊，疼死我了！疼死我了！哎呀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保卫军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我手指没了！哎呦，我父精母血，气之可惜。哎呦，我没了手指怎么办呢？以后太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还不错，吃到下酒好菜。老九，你们这小娃子太狠了，你们！我逗你玩呢。你们太缺德了，你们敢骂我。嗯，把他埋了。别好八子，不，刘司令，我求求你们别杀他呀，真的别杀他。没脸没皮，你男人不在你就跟了这狗团走，不就是为了几个臭钱吗？妹子，我这也是没办法呀。刘司令，凤姑娘，咱们都是皇安老乡，有话你就说，想要啥你就说嘛。夏道君不答应，我答应。你答应没用，这事儿啊还非要夏道君答应不可呢。刘铜锣，是死是活，你给个痛快话吧。聪明。老夏，咱俩联手把薛义成收了怎么样？想那好事，我凭什么跟你合作呀？哎，他给你的我一样不少。刘铜锣，六年了啊，你从来没给我一个子儿，你经常往人去掏钱了你啊。这次只要你跟我一起合作，以前欠你的我都给你还上，以后每年还给你份子钱。空口无凭。好，准备好了，阿麻子。好嘞。字据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你签字画押呢。铜锣六年，这不是还没国号呢吗？哎，你妈的心太硬了。哎，行了，老夏回去准备一下，三天后你假装和薛以成攻我，到那时候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，给他包饺子吃。哎，就这么定了吧。好，把小莲带上来。娘，小莲儿！哎，小莲儿啊！娘，小莲儿，别怕，爹。哎，你好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呦，哑巴，受苦了，送他们下山。哎呦，骆驼什么下山？啊，好，下山。哎，等，啊，你这家里总算有喜事儿，对吧？你那份贺礼我给你补上。哎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刘司令。嗯，敢不要？哎，要。哎呀，阿麻子，哎，一会儿你和哑巴跟我下山。好嘞。
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啊！大哥，对不住了，你不敢灭了刘铜锣，我们只能把你灭了。大哥，别怪我们，都是夏道君的主意。你们这帮吃里扒外的畜生，把他给我放下！放下！鄂东义军总司令刘通罗。啊，到我这来干什么呀？我是来取你的人头的。不过，我改变主意了。大哥，都是夏道君的主意。大哥，饶了我们俩吧。大哥。对了。哎呀，老夏，你怎么才来？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家里有点事儿。好，坐下听戏。出事了吗？没事，开心。好。大家静一静，诸位，刚才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，给我们送来一样东西，说今天是夏团总家的大喜日子，让我务必当着大伙的面把礼物打开，亲自呈给夏团总。大家说好不好啊？好。嚣张了！卑职剿匪不力，还望县长大人恕罪呀、啊！这件事情啊，是给咱们县衙的脸面上失了点光彩，但是也有好的一面啊。也就是说，在咱们黄安县境内呀、啊，有两股土匪在争斗，其中一个山头首领死了，这对于咱们来讲，终归是利大于弊。狐狸叫三分。好，那你说，这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卑职的想法是啊，刘铜锣跟这伙土匪干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肯定得意忘形了啊，估计现在都醉死了。这个时候的布防啊，肯定最弱。
我连夜带人窝上老君山，把刘铜锣这伙土匪一锅端。那我回去准备准备了。你去吧。哎，找死！嗯，父亲，我是说。 夏团总选择这个时候上老君山，简直就是找死。你把话说清楚。那个人头就是个诱饵，目的就是为了激怒你们，好仓促的进山剿匪，一举消灭保安团的有生力量，这点再明显不过了。那你怎么知道这一定就是个陷阱啊？刘铜锣下棋，从来不只看一步，我比你们了解他。 黄安县县长戴进庭恭迎韩团长。哎，黄安县保安团团总夏道君恭迎团座。团座，你就是县长公子戴惠平。是。韩团长，请。请。里边请。 哎，招呼好了。夏道君，在。黄安县保安团团总夏道君，携你部，配合我团，完成剿匪任务。 遵命，戴惠平，有。自委任，戴惠平为本军第六师第378团少校副团长，杜耀辉，中华民国16年10月18日。 谢团座栽培，戴副团长，战事当前，上峰有令，上任之后，需先协助我部消灭黄安境内顽匪之后，再去武汉处置。是。